时间想去你身边，到达之后猛然发现是个未知的地人类无线通讯的愿望。在其后的几十年里，手机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中，请稍后拨打。到公元2060年，科学家突破了制造手机的传统思维模式，将手机和智能机器人相结合，一款名叫傻妞的机器人手机诞生了。开始。手机傻妞为您服务，请输入开机密码。我爱你。密码输入正确，请进入模式选项，真人模式或手机模式。真人模式。表情状态选项，您可以在以下选项中任选一项：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羞、乖、酷、坏、愁、傻。酷。
次的时光隧道测试，我们选择了三个目标时空。第一个目标是距现代比较近的世纪初，第二个是公元纪年的开始时空，而第三个会离我们现代比较久远，我们要到史前时代去看一看。明白。好，启动时空穿梭功能。时空穿梭，目的时间，目的地点。第一目标时空，公元2001年7月13日20点，北京世纪坛。启动。申奥成功。第二目标时空，公元前1年1月1日9点，耶路撒冷。会怎么样？终止吧，一直让傻妞回到现代时空。是。傻妞明白。目的时间：公元641年4月15日13点40分，目的地点：小西天。哎，这是哪个小西天？641年，应该是他
唐朝初年。傻妞，启动身份识别功能，扫描对方个人资料。姓名朱刚烈，别名猪八戒、天蓬元帅，性别熊，年龄925岁，籍贯天河，职业保镖。八戒一出，水雨争锋。齐天大圣、美猴王，科目猴科，性别熊，年龄834岁，籍贯花果山，职业保镖。
还敢打老孙师傅的主意啊？啪啪，猴哥，我来了。启动社会秩序维护功能。陆小千是谁？你是何人？华人牌2060款手机，傻妞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少废话，看证。孙悟空为什么认识你？你为什么认识我？废话。啊啊，猴哥，他好像不认识咱们了。Thank you.
你笑什么？我见着你，我高兴啊。你不要高兴得太早。所谓是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不对，不对，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一个人误入歧途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明知身在歧途却还执迷不悟。说得好听，谁能抵挡得住长生不老的诱惑？黄梅施主言之有理，抵御铜锈、美色、权力的诱惑尚且不易，何况是长生不老？所以贫僧立志取得真经，劝解世人如何抵制诱惑，渡过苦海，还望施主网开一面，放贫僧西去如何？哪儿那么多废话。长老，我会含着眼泪吃你的。黄皮子，快放我师父！悟空，悟空，傻妞，什么傻妞？一个出家人死到临头还惦记什么傻妞精妞？赏完老孙让康金楼在这转个眼儿，俺老孙怎么找不着了？打碎了我都能修好，我还怕一个小小的眼儿？傻妞，现在只用陆小仙救我们了。陆小仙现在在哪儿啊？啊，傻妞不认识小千。猴哥，看来傻妞真的是连自个儿男朋友都不认识。小千儿，男朋友？傻妞，让他们提供小千的详细资料。请提供小千的详细资料。详细资料？那小千的情况你比我们详细呀。啊，老孙明白了，他不是从2006年来的，他现在还不认识陆小千呢。哎呀，小妞啊，那你又跑哪儿了？哎，小妞，现在只能你找到陆小千才能帮我们出去啊。啊，对不起，傻妞不执行陌生人的命令。那怎么能是陌啊？对对对，现在是陌生人，等混熟了再说。2006年，陆小千儿，哎呀我震死我了，告诉我，陆小千到底是谁？阿弥陀佛，贫僧不能说。黄皮子，你忘了被陆小千打得满地找牙的事儿了？什么？满地找牙？黄皮子，只要有陆小千在，你就吃不了唐僧肉啊！告诉我陆小千的下落。我要将他碎尸万段。
孙悟空、猪八戒，你们要不告诉我陆小圈的下落，我杀了你们师父。你就是杀了他，那我也不说。呆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？怎么胡说了？啊？本来就是嘛。哦，你就是跟他说了，那他能把咱师父老人家放出来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看是不是？黄皮子，那我们不能出卖朋友啊。就是。陆小谦也是你们的男朋友。黄皮子，你以为怎么样？连你最后都成我们朋友了。大王，大王，何事啊？沙僧已经被抓到了。哦，好，把沙僧和唐僧一块儿蒸了。怎么出去？傻妞，现在我们只能靠你了。这个金箔坚固无比，只有你能转变成数字信息，把自己拨出去，然后到2006年去找陆小谦帮忙啊。他对傻妞怎么比我们还了解？按孙悟空说的做。是。傻妞，转换成数字信息，传输到3米以外。补充能量，傻妞，快回来！请设置目标时间和目标地点。快，是。公元2060年6月1日10:45，北京西城区小西天。
110，110，追我坐金融机，撞死人了。嗯，这人又起来了，我见鬼了我。没事儿，没事儿吧？你告诉我，那是什么宝贝？什么宝贝？就是你拿什么宝贝撞的我？车？没马拉也能跑？你骗我！没有，我真没骗你，那是机车。拿气吹起来的车啊！把人给我放下！谁说的？不是我说的，就是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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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的，
什么妖怪长这么丑？闪开！什么妖怪？啊！哪儿来的破小妖，还敢挡本大王的路？吃俺一棒！呀！越来越多了。东东，小仙哥哥，你去哪里呀？
我去面试。你呢？我去补习班。你这次又上什么补习班呀？数学补习班。不知道。认识你，为什么把这个给你？哎，哎，哎，我。